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屏东这个地方真好，好山，好水，好人情，啊，咱真卡人拢较热情呐，啊，那我们，我本身嘛是啊，真卡出息耶，啊，所以我很喜欢来到山下，啊，咱真卡家，啊，看到的舒服啊。啊，没有都市的压力啊，啊，没有这些房子啊，这么逼迫啊，啊，人讲都市关的迄个胶囊嘛内底啊咧，啊，来外口行行的啊，然后看一看，心情就很舒服，啊，所以恁住一家屏东非常有福报，啊，那今天啊，咱来家啊，要来上地藏经。那要过来奉新啊，那湛严法师个穿哈尼济丁啊，啊个哈尼济水啊，要来好遮个看无个啊，看有个啊，拢要互因欢喜，恁欢喜无？啊，咱爱欢喜啊，才有法度互众生欢喜啊啊，所以师父四界互众生欢喜啊，看会到的，看袂到的。啊，加山河大地，啊，花草树木，啊，拢是咱啊普渡的对象，啊，所以咱一个佛教徒，啊，行到倒位啊，啊，爱互人看起来，啊，欢喜啊，啊，所以到处结缘呐，长伫高雄结缘呐，啊，今日佫过来屏东结缘呐，啊，所以每一个所在啊。啊，拢是咱过去啊，投胎过所在啊，啊，所以无投胎过啊，无甲人结成缘，咱今仔日袂伫只见面啊，是毋是啊？啊，所以咱过去啊，拢是父母眷属啊，那希望咱修了这个缘啊，继续来利益众生，好无？只要家己早来无啊？啊，你家己爱穿一个机啊啦！啊，你要家己扎来啊，对你就成为你的法器。啊，众生在受苦的时候，拿着法器加持他。啊，家己爱有家己的法宝啊，知影无？木鱼是阮的法宝啊，摇铃是阮的法宝啊，世间人钱是伊的法宝啊，钱是万能的，敢是安尼？唔是啊。你钱无多解冤释劫呢，钱无多超度祖先呢，啊，钱是暂时互咱用的安尼啦，钱无多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钱无多互这个人袂当破病啊，啊，有钱嘛不一定好困呢，啊，所以我们修行人真正的宝是法，啊，你手上拿的棋子叫做法宝啊，满世间愿啊。乃至于众生在受苦，有办法让他离开痛苦啊！念108遍的药师咒，就可以让这个病人没病痛；念108遍的灭业障真言，就可以让这个众生永离三恶道啊！
这个是不是比钱还好用啊？是不是啊？是啊。所以过去我们有杀生、偷盗、邪淫这些恶业，所以不动佛加持，挥挥其指，让我们跟众生恶业皆消除。那么赞呐，赞呀呀，嗡干干呢，干干呢，罗赞呢，罗赞呢，坐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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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萨瓦伽曼巴南巴南那美萨瓦萨卓南扎娑哈那摩扎那扎呀呀嗡干干呢，干干呢，罗赞呢，坐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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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那地亚南扎地哈南萨瓦伽曼巴南那美萨瓦萨卓南扎娑哈那摩扎那扎呀呀嗡干干呢，干干呢。坐山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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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地阿难，坐地阿难，萨瓦伽曼巴那巴那，那美萨瓦萨卓难咋说啊？啊，诸位啊，我看恁也是鸡啊，我就知影讲鸡啊是吃的，还是恁家己炸来的？恁是笑安怎？跟我也同款，就是吃的，知影无？无同款的啊，也无同款，就是恁家己炸来的。是不是？啊，我是讲，那我拄啊好，大家拢提着同款的，原来是这个问题啊！啊，今日互恁家己扎两支好无？这支真好用，我阿咧讲哦。恁阿暗时啊困袂去的时候，你就知影。啊，有一个菩萨啦，因孙啦，暗时啊真正困袂去啊！啊，面凉啦，凉会吵到人啦，凉是上尾的办法啦。啊，伊就。我六讲啊，你摕这支回去，这支我一斤一遍哦。啊，我强万顶，强万水，放心传解力量。啊，你回去试看卖。啊，互恁孙好困，你嘛好困。啊，孙无好困，阿妈敢困得去？困得去未？恁孙无困，你困得去？哇！你这阿嬷实在无负责任哦。啊，敢有人讲啊？咱今阿孙呢替阿嬷来困，阿孙阿未困，你真可以啊。这种人应该真少啊。啊，所以我安尼来教，我你放心，真好困的。我试几啊遍啊。啊，然后伊回去，我拢讲阿孙要念啥，我拢念过啊。啊，你啊真正要念，你就阿弥陀佛好啊。看你会晓念啥，你拢来搬出来。然后因孙呢又咧哭声。哈、啊，然后伊就开始下了，伊下的时候，因孙目睭就拍开了。阿妈，你创哪？伊目睭就金金，哎，奇怪，唔捌看过这支呢。啊，就咱哪来，因哪来，伊来，收惊来，会样未啦？唔捌去文主，唔捌去文主讲过啊？唔捌去用收惊过啊？恁庄家不是拢啊，拢迄个流行者啊？啊，这真正好用。然后他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会教他念佛啊，等等啊。那会目睭就那起起来，有好用无？真好用啊！啊，咱是即几天阁有一个菩萨啦。啊，因为阮逐工师傅出国交代，我拢爱点万灯啊。伊带因呢，因囝来两岁安尼啊，看到我就敢那真亲切啦呢。师傅啊，拜托一下，阮这个囡仔暗时啊嘛拢袂叫你哭啊，头啦缩缩嘞。我那个真正真好用啊！然后我落来头啦缩缩的，敢那缩金珠啊呢？啊，我左三圈，哎、欸，你哪知？我左三圈右，左三圈右三圈呐、啊！啊，然后我就开始万顶万水气概放心，拢回向我哩，今日好困啊！结果隔天刚来时，哦，师傅，真正呢，回去无偌久就困去了。哦，我讲。当然嘛好困，迄天我睡好了，我歹困。我讲安尼无要紧啦，因为今天刚发会啊，啊，若是紧张还是安怎，我无啥会困的。我讲无要紧啦，恁囡仔好困就好啊，无要紧。啊，虽然咱无啥好困，不过精神阁袂歹啊。啊，所以恁这个机啊啦，爱炸好，随时后壁抽起来，好无？是，我是参太主的啊，唔是参太主啦。啊，这个唱好，唱好。啊，都有遐出车祸的时阵，你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啊你徛，有滴摆徛到一半时阵，看到头前 O N O N 代表啥 ？O N 代表啥？唔是做烟供火灾啦？你冇看过 O N 呢 ？O N 呢？白烟才是做烟供啦，知影无 ？O N 是火灾啦，
阿哥，我阿恁教，会晓分未？看到乌烟的时阵，开始啊，知影哦，嗡啊吼，嗡啊吼，嗡啊吼，啊啊是看到倒位啊，啊有众生的受苦啊，屠宰场啊，然后宣化上人呐、啊，要去演讲的时阵呐、啊，啊坐车啦，坐到一半，伊来因地主讲，稍等嘞，稍等嘞，师父代志，宣化上人恁知影无？知影啦，高僧啊，伊就开车开到一半来因徒弟讲，稍等嘞，师父代志要办，落车，结果嘞？因师了，合掌安尼，看远远安尼，开始念安尼，开始细细念安尼。因徒弟讲，啊，伫咧创啥？有人往生去啊？还佫唔敢问师父安尼，啊，然后坐车的时阵，伊就挡袂牢。师父，请问一下，你拄则是咧修啥物法安尼？因师讲，对面啊，有众生在受苦啊，对面是屠宰场杀猪的，啊，所以念佛互遐众生听啦。请问一下，你人伫咧遮啊？大陆咧地动，众生咧受苦，咱伫咧念佛对有帮助无？有啊，有帮助啦。因为咱有气概，因为咱有慈悲啊。那、啊、所以咱内心所想的，那遐众生的我都得到咱的功德啦。啊，所以临间我来的时阵，这个要炸了，好无？唔是我来了，别人话说来嘛要炸啦。啊，这是一基本的，我拢有炸掉的呢。人讲我来的时候，你若搁来，送恁大机的好无？好哈、哦，啊，拍起个拍落啊、哦，啊，阮是大机的，一路大机甲小机其实拢同款，其实讲大机较好看。啊，人要叫我加持，我来一路了，我拢无动啊，我来头来砍掉的，师傅安那看拢无加持啊，等下啦，头来砍掉的，然后念念的搁来拍开啊，目睭有较金无？哦，就是哎呀，伊嘛咧因咧，师傅真正有发金，有啦，当然嘛有发金，无输咯，退价，叫伊转去。三宝是这个世间啊，三种上有力量的宝啊，对我念福宝、福宝、法宝、金宝。你看，如果阿无世尊来来咱讲修行的力量、修行的道理，会当解脱，会当脱离生老病死。人阁唔知爱啊流浪多久啊，所以佛为第一宝啊，法呢佛陀所讲的道理，告诉我们如何增加福报，如何消灾免难，所以上基本的啊，佛祖阿难讲对我念，求寿，莫过于戒杀放生，莫过于戒杀放生，求福，莫过于斋戒布施。莫过于斋戒布施，求安，莫过于忏悔业障，莫过于忏悔业障，求德，莫过于皈依三宝，莫过于皈依三宝，求慧，莫过于亲近善知识，莫过于亲近善知识。所以你看，德代表得到什么呢？世间的福报，得到什么呢？修行人的功德，得到什么呢？帮助众生的资粮啊。所以皈依三宝就可以上中下等根基啊，所以众生如果皈依三宝，他这个人这个众生就可以脱离三恶道啦。那你北部周身灌修翁心有来不？有啊，80%，所以那么才皈依三宝啊，可以永远快乐。对我念，生死为海，三宝为船，众生归依，即登彼岸。啊，为众生地界的五鬼的畜生道的，为他们做药师啊，烟工啊。那大家人拢会破病啊，破病的时阵，唔是食药了，我都解决问题啊，爱超多啊。啊，爱放心啊，爱食菜啊，爱乞丐啊，啊，爱做这个法界加持力啊，爱上药师经啊，爱点灯啊，啊，今日点灯啊，我上欢喜啊，啊，我伫个北部啊，唔是点灯就是供水，唔是放火就是放心啊，放火你唔捌放过啊，放火就是。施食啊，这个地方有福报啊，啊，可以做24小时的烟供啊，
啊，咱要帮助众生啊，咱那身医身躯的病啊，咱要帮助众生啊，咱那洒甘露啊，这个甘露水有力量啊，有众生看得到呢。啊，众生在被伤害的时候，无头、无脚、无手，身躯老灰，断脚断手啊。但是你念这个七佛如来的时阵，但是你念这个甘露水的时阵，伊的身躯马上就变好啊！你知影无？对我念一遍：六根具足，六根具足，体阶完好，体阶无有痛苦，无有痛苦啊！所以恁睁脚啊，嘛唔知要去走去倒去啊？时间上济对不对啊？你咧食饱的时阵无创啥，你就坐恁家外口，有无？水就提起来啦，都要有山啦，都要有山，师傅，四界拢有山，东边嘛看到山，西边嘛看到山，对不对？啊，你就啊，你就开始念甘露水，念念半点钟会晓袂？这就是我的暗课啊，念甘露水半点钟啊，啊，这就众生就会当离苦啊。啊，所以我有当时啊，我咧睁开的时候，我咧真正坐咧开始念啊，啊，开始念甘露水啊，然后开始想到遐众生啊，啊，无艰苦啊，真欢喜啊，身躯发光啊，啊，无就是啊，观想病医伫我头前啊，慈济啊，种种啊，啊，对人有帮助无？啊，对咱有帮助无？有啊，照顾你就知影啦，啊，这个叫做秘法。你做了，你才知影啦。啊，你的慈悲，日日增长啊，因为慈悲辅助啊，你加持啊。啊，所以厝内平安啊，厝内人一人合福就好啊啦，家庭平安啊，恁家的人拢啊合福啦，恁这个里的啊，啊，恁这区啊，就拢无灾难嘛。啊，所以这个世界就靠咱合福的人啊，知影无啊？地藏经。啊，佛祖要阿咱讲，叫人爱友好，友好啊！咱世间人爱友好，修行人爱比这个世间人友好百母百千万倍啊！啊，所以佛祖阿咱讲啊，这个世间啊有三种的友好啊。第一种的友好，百母不多腰啊，哎呦，百母食食。爸母无啥穿啊，爱买啥哦？哦，迄个爸母穿啊。这个友好是上基本的。第二种的友好啊，咱爱有互这个祖先啊，啊，爸母啊，灌输有面子啊。啊，所以即卖人啊，拢爱做头家啊。即卖人拢爱选啊，里长啊，里委啊，县议员啊。啊，调了后是毋是老爸老母就真有面子，行路就有风啊，对毋对啊？啊，有做讲头前啊，头前这两个啊，啊是真好，不过头前这两个有效啊，毋是真正，毋是圆满的佛祖佛教内底有效啊。真正有效是啥？对我念，真正有效。真正。恁敢若无啥有效哦？啊，大领嘞啦，恁对我念真正有效，真正有效，互爸母信因果，互爸母信因果，互爸母念佛，互爸母念佛，互爸母往生极乐世界，互爸母往生极乐世界，好无？好啊，我请问一下，你会啊合佛，是因为恁后生恁查某囝带你来合佛的野手？哦，有呢，恁查某囝真正有效。恁查某囝有来无？无来无闲嘛？你看有无？无简单呐！啊，难免那恁你的合福是你家己合福的因缘的野手有啊！所以爱靠家己啊，无？恁有归顺无？啊！今仔日当然嘛无，怎有无？啊，做你有无？明仔有无？以后有无？恁就莫我伫个菜市啊拄着恁。阿妈，我要啉果汁。阿妈，我要食养乐多。啊，食到这个年纪啊，爱归向，归佛、归法、归经。啊，恁庄家人有智慧，都市人拢归依孙，
因为无得走啊，以后有增加较快的所在，什么归顺，啊无多啊，在都市安怎安怎看到病啊，对不对？无邀一个孙来跟我做伴来在，啊，所以咱有年纪人要为自己的生死打算呐、啊，啊，所以三种友好记起来未？你啊恁，你啊恁查某囝讲，我恁教，你生日要教啊，对不对？恁免包红包给我啦，恁若真正友好我吼。啊，对我来福长寿，不管在家去变好啊，会晓未？敢讲无？你这句话讲出去，后个月才减一千二。你啊，恁查某囝啊，恁后生安尼讲啊，这大有效啊！啊，互恁囝有机会来受一遍的，不管在家就好啊啦。啊，啊你更加欢喜啊，是不是啊？跟各位分享啊。地藏菩萨，地藏王菩萨代表七种含义。那七种含义呢？大家跟我念：能生意，能生意；能摄意，能摄意；能载意，能载意；能藏意，能藏意；能持意，能持意；能依意，能依意；坚牢不动意，坚牢不动意。啊，地藏王菩萨有七个功德啊。第一个能生意啊，意思是说，我们皈依地藏王菩萨的人啊，你就可以生出一切的善法。啊，要不要有地藏王菩萨的力量帮助众生？要不要啊？要。地藏王菩萨啊，发大愿，跟我念一遍：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这个是每一个菩萨所没有的。啊，所以《楞伽经》这样子说啊，有大悲菩萨永不成佛。那并不是说地藏王菩萨没有成佛的资格，他的功德福慧早已圆满，跟佛等齐，但是众生受苦，慈悲心怜悯，而示现生生世世做菩萨，广度众生啊。所以在这个《地藏十轮经》也这样子说啊：一个人100劫至诚皈依，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礼拜供养。那求世间如愿，还不如有人在一刹那间，短短的时间，称念着地藏王菩萨圣号及礼拜，他的成就啊就可以达成了。所以地藏王菩萨有没有满众生愿？有没有啊？有啊，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念地藏王菩萨圣号。几乎每个佛教徒都会诵地藏经啊，暗时啊会当念地藏经未啊？你有在念无？暗时啊，甲透早有啥物差别啦？你目睭揭开就是暗时啊，对不对？咱家会当服侍地藏菩萨无？恁家有无？诶，恁家真正拢有啊？这真正有智慧啊！啊，那有人六地藏王菩萨甲鬼王囥到底呢？啊，乃至学佛较久啊，十年、二十年啊，厝内嘛是唔敢囥地藏王菩萨的相片啊，囥落了后不得了了啊，非常的不得了了，拢来了啊，啥物拢来啊？钱拢来啊，钱拢来卖啊，钱拢来卖滴啊，钱来卖啦。啊，伊讲众生真济啦，啊，阮刚堂啊，树林讲堂啊，隔壁就有一个义工啊，身体无好，得到癌症啦、啊。那有人啊，有个善知识啊，神地者来讲啊，你身体无好，你爱上地藏经啊，你爱上一拍空八铺啊，你身体就自然就达达就好起来了。哦，我拍拼啊念咧，自从自从接了这个 case 了，你都没看到他，每天都在家里，都开始念地藏经了。
啊，到有一天啊，念甲啊有感应的时阵，那、啊、障碍来啊，伊厝边啊，厝边一个朋友啊来找伊啊，啊阿水啊，啊你那久拢无看到你啊，啊你是拢你无影响啊，你身体无好啊，你哦一两礼拜拢无看到你啊呢，无啊，我身体无好，去地方无好啊，食药也袂行啊，啊有一个有一个仙姑啊。仙姑不是仙姑啦，有一个仙姑叫我爱念一百零八遍地藏经啊，我念了五十遍啊，啊，然后无讲地藏经无代志，讲地藏经，厝边隔壁迄个较惊着，地藏经，厝内你敢念？我就想奇怪，阮孙哦，暗时啊，拢真好困啊咧，啊，哪会即几天怪怪？啊，恁笑安怎？啊，你意思讲怪东怪西啊，知影无？怪讲伊念地藏经，牵拖甲因的孙去，较煞袂困的安尼啊！啊，然后念这个地藏经这个义工啊，啊，伊嘛唔知要安怎，嘛唔知要安怎，伊讲，哎呀，我念啊久嘛无代志啊，那真正力量较强，咁真正他，伊下昏十几冬啊呢，人阿哩人讲伊说，心肝头煞切一个安尼，哎呦，咁真正唔好念，阮家敢有专柜，伊讲阿哩去看看下子。他說我聽，他說那個師姐來說，他看看，他就是不放心啦，才來問我，師父啊，敢不能念地藏經喔，在家人敢有資格啊，在家人上地藏經，家裡不都全阿飄，我說你們家不全阿飄，我們家的佛堂阿飄比你們家更多，佛堂的有這個嗎？有啊，這眾生有這個嗎？為什麼眾生會來？因为佛祖在家，对不对？为什么众生会来？赞元法师在家，对不对？请问一个善解人要去恁家，是要找赞元法师？要找要创啥？特功德啦，对不对？对啊，戆人忙买找法师啊，对不对？对啊，今日我来家，众生会找谁？啊，你无慈悲，你一张哎呀，傻咖哩哩啊呢！来，祖先是咪我的祖先？来的祖先是不是恁的爸母？是不是我的爸母？对啊，啊，大家请平摊公本好无？好无？好啊，安尼慈悲啊！啊，所以我这个义工去我安尼讲，我讲你，哎呀，你莫乌白听人讲啦！啊，佛祖讲的拢无咧行咧，鬼安尼牵人好咧，伊酷酷行，佮有这个，佮有安尼讲哦。啊，佛祖讲拢无咧听，鬼讲安尼酷酷行咧。我讲你爱坚定啦。你念地藏经，地藏经写啊才清楚着，几个功德利益，28个，对不对？后面天人啊，诵地藏经，礼拜地藏王菩萨，7种功德利益呢。我讲你逐工念，你念我拢哪念哪袂记诶，拢无你专心就对啊啦。嘿，安尼念落来难过就对啊啦。哎呀，咱。上紧袂当安尼啦，要一文做官啦，所以我六个咧，伊嘛就继续念。啊，师啊，迄个师姐来找我边啦，你问来袂当来说话啊。伊当知影讲你有伫厝内啊？哎呦，伊讲安尼讲够有道理咧。对啊，你念经你要念哦，厝边隔壁拢听会啊。我讲你袂当念较细声的啊。对啊，因为哦，对啊，我讲你，哎呀，对佛祖要有信心呐，袂当退转呐。啊，不佛祖嘛无法度啊。啊，所以能生利啊，皈依地藏王菩萨，称念地藏王菩萨，善法就在你的身上啊。第二个，能摄意啊，如果你皈依地藏王菩萨，所有的佛陀的教法，你都可以摄受啊，完全的吸收啊。所以地藏王菩萨，你拄开始念的时阵，你参着我，拄我念地藏经的时候有障碍啊，对不对？唔知恁的障碍跟我的障碍有同款无啊？那拍开，迄个爱困神就来了。啊，爱困神就来，真奇怪。无上紧无代志，上紧坐了就卡去啊。啊，这是不是障碍啊？那恁你不要紧，照上照困，勿紧。啊，啊你拄着了，你就爬起来，哪上到尾啊，你就有种就拍开了。啊，就拢不要紧咯。啊，能摄意。第三个能载意，意思是说啊，这个载意思是可以帮助众生啊。
你到了这个屠宰场，